八零八，欢迎乘搭九龙巴士公司62号线。本班次将由油塘开往屯门市中心。中途将有广播，提示各位乘客落车。接下来旅途愉快。下一站是油塘中心。The next stop is 油塘中心。下一站是油塘中心。旅游联广场 The next stop is 旅游联广场，下一站是旅游广场。下一站是油塘村 The next stop is 油塘村，下一站是油塘村。站是圣安邦女书院 The next stop is 圣安邦女书院，下一站是圣安邦女书院。下一站是南苑铁路站 The next stop is南平 Railway Station， 下一站是南平铁路站。The next stop is Millionaire Park Estate. 下一
虎口脚下村。九龙湾铁路站 The next stop is 桃园北 Railway Station 下一站是九龙湾铁路站下一站是永安书院。